各岗位注意，下边准备试验，开始喷雾。明白，喷雾开始。这座建成不久、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结冰风洞，是研究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响及其防冰除冰技术的鲶鱼栖巡的风洞设计专家刘正崇带领创新团队攻克了制冷系统、喷雾系统和高度模拟系统等多个关键技术难题，扫清了结冰风洞建设的技术障碍。核心技术你怎么买不来的？ 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就建造了这样一座结冰风洞，要独立自主发展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担负着我国几乎所有飞机、导弹、飞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空气动力试验研究任务。创新团队依托自主发展的尾旋、颤振、热防护等三大研究手段，实现了从单纯提供试验数据向解决型号气动问题的跨越。 我觉得我们说未来我们觉得这个航空航天发展有很大的这个技术基础，就在于我们已经有这么个先进的一个空气动力学大型的实验基地。技术让中国风洞的综合中心已具备了风洞试验数值。